朋友们好，我是蜜蜂。我们今天一天的工作结束了啊，晚上今天先整点简单的晚餐。看这是啥？这一趟是韭菜，这上面开的都是韭菜花。我们今天晚上吃点溜点茄子，然后做一点韭花酱蘸茄子吃。应该有不少人没见过韭菜花吧？这上面有一个虫，这虫都是无毒的啊，朋友们。这个韭菜花上没有药，然后这虫就在这儿踩这个花上这个粉子啥的。哎，对，好了，下去了。我们这个夏天的时候，冬天的时候就把这个水管子就撤了，夏天的时候给它接上，到时候用水洗个菜，抖个麻布，涮个拖布啥的，都可方便了。这就是我们山泉水。再来点两个茄子啊。朋友们看我们家这小茄子好不好，多好，又鲜又嫩，正是时候呀。你说把水掉，这顶上全是刺儿。自己家这个大茄子上面顶多就是下雨然后落点灰儿，用这个我们自己家这个水一冲就行了，都不用费劲的洗。这些比较简单比较好做的工作就我来做，我们今天没架大锅，就用这个蒸锅蒸一点就可以了。这涮一下就行吧。嗯，没有虫就行了，顶上啥都没有。但韭菜花又有粉又有蜜，不过太少了，少也不知道这个韭菜花蜜什么味儿。就两个小黄瓜柳，再搞两个辣椒，剁上块蘸茄子吃。以前自己做饭自己吃，觉得自己的手艺也还行，但是一在家跟我妈一对比，我自己都嫌弃我自己手艺。你看这个人，陈老板一天。一点不讲究，我爸跟我说你自己想喝再去买去，他这些不够了。溜的茄子，自己做的韭花酱我妈做的，韭菜炒鸡蛋，这个是剩的，这个也是中午买的肉猪头肉，喝点小啤酒爽。人家酒鬼。谢谢陈老板，在这个极其平淡的日子里，我陪陈老板喝一杯。不用啊，你就是喝也挺好。哎呀极其平淡的日子里，喝一个小啤酒，降降暑，特别好。你说点感情的话。哎呦，我这一天我在别忘姑娘了。你说啥的？你这酒，你一边涮手指头一边给倒杯里，真是。我洗手了。我不说话，我过意不去。一边涮着手，一边给人家直接留杯里，你这。我这杯洗了好几遍了，是吧？用我吧，我不嫌弃你。哎呦。为了你不嫌弃我，来一杯。你这么一说就变得不是味儿了，感觉我是那老嫌弃我。对，哎，这是愿望。平常不是这样的。我妈自己烙的饼，我妈这个饼也嘎嘎好，我在这近距离显摆一下，看看孙大厨的这个烙的这个馅饼，里边是黑芝麻，老好了，黑芝麻和核桃仁做的饼。好了，朋友们，这视频就到这儿吧。今天是一个极其平淡的一天，然后我们一家三口在这简单的吃点，下个视频见。